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次的话来试玩这款游戏《少年三国志大战》。那怎么跟名称不一样？它上面是写“争锋三国”。好，随便一个女的进来，角色看起来还不错啊，但是简体中文的。哎，那这部分如果你发现这个游戏曾经有推出过，是叫什么名字？欢迎在留言区下方提出。其实刚刚的战斗普普通通嘞，啊，这边是啊，来再看一次战斗，有赢了，下一关赢了，哎，再打又赢，好，有一个角色出来了，不是你的扣分，再来多了一名角色了啊、哦，赢了。这个游戏其实是有点放置挂机的概念啊，那信手敲解其实是有点长的啊、哦。幸好他战斗节奏是很快的。好，结束。阵容部分进行升级。升完几号又要战斗了。看一下上面活动。开服狂欢。福利。首冲。上面几乎都是要消费的啦。要求哦。这边有一个 boss 是什么啊？现在打看看，一、二，赢了！哇，有离线收益耶！然后又是消费广告喽！啊，还有什么？打 boss！ 哦，这次是劲敌哦，打得比较久了。好了，装备一键强化，点亮，好，好像都点一点而已耶，好吧，哎，我们来看一下邮件有什么，哦，给什么东西啊？来招募看看，红将。元宝不足啊！哎、欸，抽到垃圾啊！我靠，又是一个垃圾，给的少，又简体中文，然后又抽垃圾，我的屌天爷啊！啊，总而言之啊，这个游戏基本上是放置类型的、啊，那你只要跟着任务走就行了、啊。那一些相关什么竞技场啊、阵容提升啊、什么挖哥的，其实都一样的。那我对他印象应该就是氪金，要你氪金的意味比较重，然后开服礼送的也不是那么多。游戏就试玩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